经是剧场人的曾淑梅老师，从台北都市返回山清水秀的宜兰，创办了台湾布衣。他将传统江南织造元素与创新设计的服饰融合，成为时尚主流，仿佛离开传统土壤长成的枝叶，开出时尚之花。当初我在台北从事舞团的文化艺术工作之后，我突然有一天非常想回自己的故乡，然后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是我的朋友找我在传统艺术中心就是做服装，所以呢我就开始的去研究所谓的传统服饰的文化精髓在哪里。对于我来讲哦，做服装这件事情，你必须保留了传统的精髓，可是传统精髓的服装样式跟布材，你又要在时代化的现代把它让一般人可以接受可以穿，所以这时候就变成说我们怎么样把传统元素变得非常的生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淑梅老师回到宜兰投入织物的创作，一步一步扎实地将他对传统和自然美的感受完美的结合。应该是说我个人做服装诉求的表现是比较自然的，就跟我这个人的人格特性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我的服装穿着在穿着者的身上的时候是非常舒适的，布材的纤维必须是去选择最天然最好的，所以丝质又是布料里面的极品，那于是乎呢，我为了去找这个丝绸的极品，我就飞到苏州去了。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准，并且还随着丝绸之路到达了中亚乃至欧洲。到了清朝，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并称江南三织造，为朝廷提供了各类丝织品。真正让这座知府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在《红楼梦》中多处留下江宁织造的印记。书中所描述的缂丝是丝绸工艺的巅峰，一寸缂丝一寸金，柔中带刚的特性更被誉为织中之圣。经历了传统苏州织造元素的洗礼，淑梅老师在织物的设计上有了更突破且符合当代年轻族群的设计，让传统的织物反而成为台湾最潮最流行的文化。丝绸的表现其实它是非常丰富的，它有缎、有纱、有罗、有绫等等的非常多的不同的制造方法跟表现形式。那织锦缎里面又是苏州蚕丝里面最为普及的一个布料。那我保留了旗袍的样式，就是在服装里面，旗袍这个是对女性服装的样式是很重要的一块，在世界史里面。现在人诉求的是简单，我的图腾就是会选择花卉的比较女性化的，譬如说梅兰竹菊，或者是古早的一些传统的元素的纹样、改良的纹样等等的。织物上的图腾让美丽的图像随身带着走，可以将美好的事物传达给看见这身穿着的人。说到这个纽扣，那我为了学这个盘扣结，我除了请教台湾的前辈之外，特别到苏州的时候，我去钻研苏州的传统的手工艺的部分。所以呢，我其实有很多手工艺的部分的那个结扣，其实我是从苏州带过来的。那稍后当然有很多服装上面，就是说我把苏州的织物，苏州的它的服装的形式。带来台湾这部分也是我觉得我跟苏州这部分有做到一个很大的交流，跟我们可以一起把美好分享给大家的那一部分。你知道这块布料很特别吗？它这个是蚕丝里面的一种技法，叫烧花缎。这花是烧上去的，你们注意看上面的光泽跟花图腾的表现，它其实是一块很漂亮的纱。对，这是叫烧花缎。
我其实还是一直坚持了我当初的热忱跟我想从事这份工作的坚持跟理念哦，就是说我想把一些传统的元素或者是我对生活中的感受的美好把它具体的表现在我的服装上面，所以我开始在未来的几个阶段里面我开始会把我生活中的美好对于生活自然情境的美好的印象开始把它的图腾设计在我的布画里面，然后譬如说哦，我到苏州看到那么美漂亮的桂花，我在桂花树下我就觉得啊、哦，这太美好了，这一刻除了喝桂花茶之外我怎么样把桂花这个图腾纹样的东西表现在我的服装上，因为我自己的喜好也让服装的品牌的布料图腾纹样样式也在地化现代化生活化了，让所有人在无形之中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去感受到我们对于美好的喜爱跟氛围，然后让这个人穿着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他就体现了他自己的风格跟文化。丝绸在江苏大地上演绎了辉煌的历史篇章，细细梳理了江苏丝绸的古往今来，发现原来丝绸之路在台湾有了更美丽前行的新思路。